老年朋友，大家好。我今天呢，很高兴呢、和大家在一起啊，交流这个书法方面的经验，汇报我自己啊，学习书法当中的一些体会。我现在也是属于啊老年队伍的一个成员，今年呢我是78岁，离休啊到现在啊已经将近10年了。那么我在学习书法当中啊，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我觉得啊，中国的书法是一门非常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书法它本来是实用的功能，但是在中国，书法能够从实用上升到一门啊独立的艺术，这个我觉得是体现了咱们民族的一种创造和智慧。中国的书法有很悠久的历史，从这个甲骨文、经文、大篆、小篆，这个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形成了各种书体。那么这些书体的演变呢、我觉得它都是源于生活当中实用的需要，从简到繁，又从繁到简，这些都是啊，这个由于这个生活的实用需要。但是啊，这个文字的书写它不仅仅是实用，而且啊，还有一种啊，这个审美的需要，就是希望这个字啊，要写的啊，更美观一些，更好看一些。而且这种啊，审美的需要啊，它是啊，逐渐的发展，最后啊，形成一种啊，独立的艺术，就是啊，这个完全是为了满足啊审美的需要。那么在中国的书法历史上，各种书体啊，我觉得从这个美学上来看啊，它都有一种啊审美的特色。比如说我们就说小篆，小篆啊，那么它这个是一种纵式，它这个整个结构啊是纵向的纵式，而且很呢挺秀。这个所谓玉柱啊，就好像这个玉做的筷子一样，是柔中有刚，而且很流畅，给人一种庄重感。那么到了隶书，隶书啊，这个纵式啊就变成横式，横向的一种事态，而且显得很雄健、方劲，这个质朴厚重。所以这个汉代的这个隶书啊，它有它自己的特色。那么草书啊，这个那就是连笔就很多了，连笔、省笔就很多，整体的气势啊非常连贯，就好像这个长江大河一样啊，一泻千里。所以草书啊，它就很富有啊这种表现性，音乐感啊，这个也很强。这个行书啊，就很自由、潇洒、
给人一种轻快的感觉，适合于那种抒情性的。楷书啊，那就是很工整，也是很庄重，这个而且这个笔法啊，这个结构啊，这些都很规范化，都很规范化。所以这个是各种书体啊，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啊，这个美学方面的特色，在这个方面呢，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而且每一种书体里头，又有各种啊不同的流派，和具有啊独特风格的书家。所以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啊，这个积累的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同时啊，这个在中国书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它不仅是积累了书法本身的经验，而且还从很多姐妹的艺术，像音乐，这个绘画，这个建筑，这些方面呢，都吸收了营养，所以它非常啊，这个富有表现力，非常富有表现力。这个在中国艺术当中，我觉得书法是一种很高级的艺术，很高级的艺术。在表达情感方面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细腻。那么我们如果啊进一步来研究，就说中国的书法，它这个从实用上升到独立的艺术啊，究竟它这里面有些什么因素在那里起作用。那么我考虑啊，我觉得啊，这个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汉字，中国的书法离不开汉字，也可以说啊，中国的书法是一种汉字的书写的艺术。这个汉字的书写啊，这个就是要研究汉字啊它的一些特点。这个汉字啊，它是一般是说方块字，实际上啊是方圆结合的一种一种特点，是方中有圆。这个吴洪清老师啊，这个他提出来的这个乾坤格啊，创造的乾坤格，就是一种方圆结合的艺术。看起来好像是方，而实质上啊，它里头蕴含着圆，圆是一种生命的流动啊，是一种很生命的活跃。这个汉字啊，它这个是非常的富有变化，非常富有变化。比如说这个有左右的变，左右的构成有两部分了，有左和右，也有左中右，像那个藏字就是左右，像这个谢字就是左中右，还有上下，上下像那个仓字就是上下的结构，还有这个上中下，像这个树叶的叶子，这就是上中下的结构，还有啊
内外的结构，内外的结构，比如说像这个固，坚固的固，那就是内外。还有一种穿插的结构，像这个册子，册，注册的册，这个，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穿插的结构。所以这个汉字啊，本身啊是非常富有变化，就好像啊一座座的建筑一样，这个它是啊，在造型方面啊是很富有变化。那么过去啊，欧阳询曾经呢提出这个楷书的三十六法，有三十六法，这都是讲结构的。那么钟伯华先生啊就讲了，在欧阳询的三十六法里头，就是结构的各种的变化，这里面包含了中国的非常丰富的美学思想。清代有个叫黄志源，那么他把欧阳询的楷书啊又归纳成九十二法，这些啊都是讲啊这个汉字的结构，汉字书写的结构。那么这里面啊这个所体现的一些形式美的规律，这个是非常啊丰富的。所以我想啊，这个在中国啊，这个汉字里面它本身啊就是啊非常有具有美学价值。这个汉字的发展最初啊是象形文字，这个象形文字啊它就是有一种艺术造型的特点啊，而且里面包含了各种形式的规律，这个对称啊，均衡啊，这个变化统一啊，这些都有。那么到了隶书出现的时候啊，这种象形的特点逐渐的消失了。但是啊，在这个隶书以及后来的这个其他书体里面，那种形式的规律，像均衡、对称啊、变化统一这些啊，那都是啊保存下来了，而且是进一步啊得到了发展。所以这个是我想啊第一点呢，就是汉字。第二点呢，就是中国的书法和它的工具啊关系非常密切。我想这个地方主要的想谈一下毛笔。毛笔啊，我觉得在中国的书法的形成发展当中啊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个毛笔啊它是富有弹性的，它是啊可以产生啊各种的变化。这个中国的毛笔啊，这个对于这个书写啊可以说是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咱们常说啊是工欲善其事啊必先利其器。就是这个工具啊是很重要。最近呢我参观了一个北京的华金海啊一个制笔厂。我参观了他的这个制笔的过程，和这个制笔的老师傅啊交谈，请教了他一些问题。这个老师傅就跟我讲，他说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毛笔啊，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啊
中国书画的兵工厂。这个当时我在那里写了一幅字，我觉得他这个讲得很好，就是啊，是书画家的兵工厂。这个你要书法，如果是打仗的话，你没有这个兵工厂啊，给你提供这个炮弹了，你就啊，很难了，创作出好的作品。嗯，而且他讲了中国的这个毛笔啊是非常讲究的，这个古代的人呢、啊、就很讲究这个毛笔的制作，要这个尖齐，整齐的齐，圆剑，那么尖呢就是说它这个笔锋啊要尖锐，要比较锐利。齐啊就是说把这个笔锋啊铺开了以后，它是很整齐的，很整齐的。圆呢就是指这个笔头啊它是很饱满的，你一按的时候啊，这样按的时候啊，它不是空的，不是空的。剑，还有一个剑，就是剑状的剑。剑啊，就是说啊，它要有弹性。你不管是铺开也好，收敛也好，就是、啊、它都很迅速，很迅速，很富有弹性。那么只有这样的毛笔，具有这种尖齐圆剑的特点，写出来的字啊就能够得心应手，就能够得心应手。而且这个毛笔啊制作使用的材料，我那天去看的时候啊，他正在啊制作这个毛笔，有这个硬毫，有软毫。这个硬毫啊就是那种黄狼的毛啊，还有这个兔毛啊，这都是属于硬毫。软毫啊就是那种啊羊毛或者是鸡毛，这都是属于软毫。也有啊尖毫，尖毫就是啊硬的和软的啊这个都兼有，或者是七指瞻仰，或者是三指齐扬。那么这个根据啊书写的需要，根据这个书写工作者的那种爱好，那么他可以自行选择，写出啊各种不同这个艺术效果的这种书体。那么这个是啊这个毛笔，如果是用那种钢笔，它就写不出这种效果。所以这个毛笔的这个发明了，这也是一种智慧。方块就是我们这个汉字啊，里面是包含了我们民族的智慧。毛笔的制作，这也是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智慧。而且这个这个毛笔啊，它的这个制作啊是越来越啊精亮，越来越精亮。所以我想啊，这个是第二个因素啊，我想就是工具。但是不仅是啊这个毛笔，还有材料，比如说使用的纸张，有这个生宣，有熟宣，这些都能产生了、啊、各种不同的艺术效果。这个第三点就是啊中国文化的综合性。中国的书法啊，它所蕴含的信息量是很大，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中国的书法当中，我觉得它包含的信息量
有三个，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啊，在中国的书法当中，它呀包含了自然当中的生命的节奏，就是自然界的一种生命的流动啊，生命的节奏。所以中国的书法是非常接近自然的，非常接近自然，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信息量就是啊，包含了这个人的各种心理因素。书写的人，他把他的理性、想象、情感和感觉，全都啊留在这个书写的这个字当中。所以这个在中国的书法当中啊，是人的心灵啊，人的心理因素啊是非常活跃。你看比如说我这个写这个梅，梅花的梅字，你看这个梅字啊，这个左边啊那个木字很粗很粗壮，这个右边的这个美字啊就是很挺健，就有一种自然当中的一种节奏感。同时啊，也表现了书写的人啊他的一种情感，他的一种想象，他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啊在书法里面他还啊蕴含了这个很丰富的这个艺术的那种信息。不仅是啊这个书法史上各种书体，而且还把这个音乐的、舞蹈的、绘画的各种啊信息啊都在里头。因为中国的书法，这个有人就说啊，它是无声之音啊，没有声音的音乐。有的又说啊，中国的书法是纸上的舞蹈，是纸上的舞蹈。这个所以它的蕴含量啊是很大。这个甚至于一些哲学的观念，就是宇宙间啊运动变化呀、阴阳啊、阴阳结合啊，这个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啊，这些哲学的观念也都蕴含在里头，是一门啊非常啊富有哲学意味的艺术。那么这个是讲啊这个中国的书法是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创造和智慧。而且在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仍然啊表现出啊很强的生命力，在儿童当中、青年当中、老年当中、中年人当中都很喜爱书法。所以这个是尽管是现在电脑啊这个它可以啊代替啊书法的这个写字的实用的功能，但是它代替不了书法，代替不了书法。那么这个问题啊，我想啊下一次啊我要主要的讲一讲啊我自己作为一个老年人学习书法当中带来的一些好处。那么下一次啊我想啊再专门讲这个问题。上一次啊我谈了一下中国书法，它是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一种创造和智慧。那么有一种自豪感。那么这一次啊我想啊就结合我自己学习书法当中的一些体会啊，谈一谈呢这个书法对于老年人啊
身心健康啊带来的好处。我觉得有很多老年朋友啊，这个在念中国的书法的时候啊，这个常常都是把它作为一种养生之道，养生之道。那么我自己感觉确实啊，这个书法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啊有很大的好处。有一些朋友啊看到我啊就说啊，他说你现在啊比这个在职的时候啊好像还更精神，问我啊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就说啊，我这些年啊确实是书法啊对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养生啊当然要注意营养，要注意这个运动，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啊，特别是啊，这个要贵在养心，养生啊要贵在养心，就是要对啊人的精神状态啊要特别要注意。我觉得书法啊这个带给我的好处，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啊使我的精神状态啊能够保持一种啊非常开朗乐观的状态。这个故宫啊有个养心殿，在内廷啊有个养心殿。养心殿里头啊有一个山西堂。这个山西堂啊就是乾隆啊他把这个王羲之、王献之、王洵这三件啊非常珍惜的啊这个墨宝啊保存在那里，而且他也在那里啊欣赏书法，这个也自己啊也在那里啊写字。那么这个事情呢就给我一个启发，就乾隆啊是在那个清代的帝王里头长寿的，他呀就特别注意这个书法。乾隆的字也写得不错，这个那么他就是啊养生啊就是贵在养心，养心殿嘛，那个殿就是养心殿。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写字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有这么一个体会。我觉得啊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实际上啊就是这个人的生命的存在状态。你精神上老是痛苦压抑，他的生命状态也是处在一种压抑状态。如果啊你的精神很开朗很宁静很开朗，他的生命状态啊也是处在一种啊非常健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啊中国的书法这个它就能够使你啊这个精神状态啊这个能够保持一种啊开朗的那种境界。而且这个我感觉到啊在写字的过程当中，写字的整个过程当中它是啊需要我们这个精神啊高度的集中，精神很集中很安静，排除啊外界的一切干扰。这一点啊和气功啊有一点相似。而且整个这个写字的过程它是很愉快的。就说不仅是啊这个字写出来成功了，我看见这个作品了，我很愉快，而且是整个这个过程它都是很愉快的。所以啊
这个人的精神呢，就是沉浸在一种爱好当中，一种喜悦当中，忘记了衰老。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体会啊比较深的就在这一点，就是他可以忘记衰老。我从来不去想我现在78岁，我或者是还可以活几年，这些问题我从来不想，就是可以忘老。这个养生呢，这个忘老是最好的养生办法。如果你老是在那里考虑，这个我怎么能够不老，想尽种种办法我怎么保持不老，那就说不定就老得更快，因为你这个已经当成一个负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书法对老年人是很有好处。那么具体的我就想啊讲三点。第一点呢，我觉得这个他可以啊培养一种啊乐观的精神，一种乐观的精神，一种宁静，一种宁静的心境。那么我在写字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啊确实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比如说这个我这个就特别喜欢了唐代霍之章的有两句诗：莫言春度芳菲尽，别有中柳采芰荷。就是啊，你不要说啊，这个春天啊花呀、都已经凋谢了，这个那还有啊，夏天还有荷花呢，你还可以采，还可以去欣赏荷花呢。那么这一幅字啊，我反复的写了很多次。我觉得写这个字的时候啊，就是想到这个还有这个春天过了以后还有夏天呢，夏天还有荷花。实际上啊，不仅夏天有荷花，夏天完了以后秋天还有菊花呢，菊花也更美啊。菊花完了以后冬天还有梅花呢，傲霜雪啊。梅花过了以后第二年它还有春天呢。所以说这个在写这幅字当中啊，我就是充满了一种乐观的精神。还有比如说我也喜欢王维的那两句诗：行到水穷处，这个坐看云起时。这个也是很富有哲理的，我也很喜欢写。就是行到这个水穷处啊，就水的尽头了，但是水的尽头啊并不是说就一切都完了，你还可以坐下来，还可以发现了自然当中一些美妙的东西。你可以坐在那里看这个云啊怎么升起，所以这都是一种啊这个一种乐观的一种精神。那么我这个这两年呢，我还喜欢了写两句诗。这两句诗啊是李商隐的。那么他是写的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很有名的两句诗。那么我啊感觉啊，他这个只是近黄昏啊，这里头啊还是多少带有一种惋惜啊，无可奈何的那种情绪。我就把这个只是近黄昏啊改了两个字，改成了妙在近黄昏。这个夕阳无限好啊，它的妙啊就妙在是近黄昏。那么这个是啊根据我啊生活当中的一种体会。我觉得啊老年人
如果是啊，你身体啊保持健康，还可以做不少的事情，而且可以把你呀、几十年积累的经验都可以啊融化在你现在的成果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种金秋的季节。这个在青年的时候啊，他就是努力的啊增长知识啊，勤奋的那个学习啊。这个到了老年的时候啊，他已经有几十年的积累。你如果是啊能够啊保持身体健康，能够啊这个继续做一些事情，那我觉得啊会做出一些啊很有质量的一些成果。所以这个妙在近黄昏啊，就是说这个是在晚年的时候啊才能够啊有这样一种优点。而且到了晚年的时候啊，这个比较超脱，真正啊能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也没有星期天，没有星期六，这个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这个是在写字的时候，画画的时候，那就非常的自由自在，也容易啊出一些好的成果。所以我还写了一个乐字，乐字啊，这个乐字啊，还有一个周围有一个金线呢、是一个旗字，这个乐字是写在那个旗的中间，就是乐在其中，乐在其中。这个那么这些啊，我觉得这些字啊都是啊体现了我在人生当中在晚年的一种体验，也都啊反映了我的一种心境，一种心境，一种啊很开朗很乐观的心境。我想这个是第一点，就是培养了一种乐观的境界。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啊对自己啊各种心理因素能够啊保持一种活跃的状态。这一点是我亲切的体会到，在写字的过程当中啊，它是啊各种心理因素啊都处在一种这个和谐的状态，也是一种活跃的状态。你比如说我这个要写某一个字的时候，这里面呢就有我的想象，有我的啊这个理性，有我的情感，也有我的感觉感知，这各种啊心理因素都处在一种活跃的状态。那么这一点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啊我感觉啊人身上的各种器官，一切器官都是啊不用则退，你不用它它就退化。而且这个用的时候啊，你如果是能够在一种很愉快的那种情绪当中去用它，那这个就效果就更好，效果就更好。比如说我写这个马字，写这个马字，奔马的马，大家看这个马字啊，我写的时候啊，这个这里头就体现了我的各种心理因素啊都凝聚在这个字上，这里面有我的理智的东西，就是马呀，这种充满了生命活力啊，这就是体现了一种啊乐观的情绪啊。这个这里面呢这四点
你看这个这四点呢、啊、有一种流动感运动感，有很强的节奏，那么这是、啊、体现了这个马的一种奔驰啊，充满了生命活力。而且我在上面呢提的字是骏马秋风，好像一匹骏马在秋风当中奔驰。这个上面我这一横呢、啊、我把它斜着往上一甩，出现一种飞摆的效果，就好像这个马的鬃毛啊在秋风当中啊飘荡。那么整个这个字啊，这个是、体现了马的一种精神，就是充满了生命活力，一种矫健，一种矫健。那么这里头啊就体现了我的想象，也体现了我的一种情感，一种奔放的情感。嗯，从这个笔画的这个点画的运动当中，也体现了我的一种很敏锐的感觉，敏锐的感觉。所以这些啊心理因素都是在那里综合的起作用。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啊，这个到现在为止我的想象力，我自己的感觉啊，我的想象力啊并不比我年轻的时候差。现在当然我不敢说每一个字啊我都能写得很富有想象，但是一般的说要写一个不同内容的诗，我都可以把我的想象啊融化在字里头，把我的想象，把我的情感，把我人生的一种体验都可以啊融化进去。那么这个这一点呢、啊、我想啊这个在我后面还有两讲当中我还要举出一些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所以这个是啊第二点，我觉得就使自己的各种心理因素啊保持在一种活跃的状态。我自己有时候也这么想，我说这个写字啊我想绝不会得老年痴呆症，因为我自己感觉啊我的这个各种心理因素啊它还是处在一种啊非常活跃的状态。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啊我觉得啊这个中国的书法啊可以啊这个促进啊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和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个书法艺术啊可以啊能够啊增进这种和谐，增进友谊啊。这个中国的书法我觉得这样体现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方面，在体现了这个朋友之间的友谊方面了、啊、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很突出的。我自己啊这些年我就是觉得啊这个能够通过书法为社会为朋友做一些啊这个友谊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在那个98年啊抗洪的那个当中，就是洪水啊成灾啊，那个时候啊这个我就有一种激情啊这个
写了一幅字，这幅字啊是歌颂啊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因为啊确实解放军啊在抗洪当中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很感人的事迹啊，我觉得深深的这个打动了我，我就写了"风雨同舟"这四个字。那么这四个字啊，这个后来是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了，收藏了，还举行了一个收藏的仪式。这个其实我这个都是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呢对我啊，也是一种鼓励。像这种啊，我就觉得做了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特别的高兴，我就觉得啊，应该做这样的事。还有比如说这个北大的附中，就是前不久是40周年，成立40周年，这个北大附中啊，他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那么我就跟他写了两个字，铸魂，铸造的铸，魂呢就是一种这个精神嘛，铸魂，写了两个大字。我觉得这个是对这个教育工作者的一种歌颂。其他的像这个祝寿、结婚、远行，这个事业的发展，这个有的时候开创，我这个都经常啊在这个方面啊做一些有益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我觉得做了以后啊都使得我心情很愉快。但是啊，我觉得啊，在老年朋友里面啊，这个是啊在从事这个书法艺术的时候，它是比较超脱的。这是根据啊每一个人的实际情况啊可以有不同的要求。这个因为总的来说啊，老年朋友啊从事书法啊，这个他就是啊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自己身心的健康，保持自己啊身心的健康。这个而且我觉得老年人学书法当中啊，这个有很多有利条件。常常啊有的老年朋友就说，我现在学书法是不是太晚了？实际上并不晚，因为老年人啊他对问题的理解，几十年的经验了，理解力很强，而且他是比较超脱，没有任何负担。这个所以说练起来啊，只要是坚持啊，这个不断的这个坚持锻炼啊，可以产生啊很好的效果。所以这一点呢，我是想啊，各位老年朋友一定都很有体会。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培养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一种乐观的境界，这个是啊养生之道里头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自己体会当中啊最重要的一点。所以啊这一点呢供各位老年朋友啊参考。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上一次啊
我谈了自己啊，在学习书法当中啊，得到的一些好处。那么这一次啊，我是想啊，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书法，它的审美特征，就是它的一些特点。因为我啊，自己是多年呢、是从事美学方面的教学，那么所以我就从美学这个角度啊，对书法啊有一些思考。那么我觉得啊，这个中国的书法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心画，书为心画，画就绘画的画，这是中国古代啊总结的一条经验，就是中国的书法是从心里头流出来的一种线条。所以啊，我体会到啊，中国的书法啊，它是一种啊心灵的艺术。这个写一个字，它不仅是用手在写，更重要的呀是用自己的心在写，是用自己的心写出来的。而且只有用自己的心写出来的东西，才能够啊唤起别人在心灵上的一种共鸣。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因为中国的书法，它的美是有不同的层次。比如说写字，它的外形我也可以写得很美观，就是很整齐很匀称，这个那么这是一种啊形式的美，这也是一种美。你比如说我要写一个朝晖的晖字，这个晖字啊，左边的这个日字啊比较短小，笔画也比较少，这个就要向上靠齐。这个如果啊你不是向上靠齐，向下靠齐，那一看了以后就觉得特别别扭，特别难看。还有啊，比如说如字，如果的如，这个右边的口字啊，因为比较短小，笔画也比较少，这个就要啊偏向于下方。你如果把这个口字写到这个女字的那个上边，写到上方去，那看了以后啊也是啊觉得很别扭。这个都是啊约定俗成啊，这个是是一种形式上的要求。那么这个有很多，像这种形式上的要求，这个是有很多。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形式美，书法的形式美，这个是啊也必须注意的。但是这个书法的美的一种很高的境界，一种高的境界，它都不是仅仅是形式，而是和人的心灵相通，是心灵啊开放出来的一种花朵。所以古代啊，你像所谓三大行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来表达了他在春天和友人啊这个欢聚的时候啊的一种一种欢快的一种情感。这个
像那个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是表现了他的侄子啊被叛军安乐山杀害了以后，他的一种悲痛的一种情感。你看这个写到最后啊，还是写了又改，圈了又改，改了又写，这个非常的啊，沉痛，感情啊非常的激荡。这个像苏东坡的《寒食帖》，那么这是写他这个被流放，这个在异乡的时候啊，他的一种啊，痛苦的心情。那么这些，我觉得都是由于啊，这个书法当中啊，表达了他的很自然的流露了他的情感，所以说他觉得啊，特别啊，这个耐看，特别有味，有韵味。那么我自己啊，这个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是啊体会到这样一点。那么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就是啊，我曾经啊写过一首诗《泰山颂》，是歌颂泰山的。另外我也把它用书法的形式写了。那么泰山啊，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头，它是一种啊中国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的象征。泰山的那种雄伟的气魄啊，那是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所以这首诗啊，我写了以后啊，在87年的时候写了这首诗。这个去年呢，这个这首诗啊，我用行草啊，写了以后啊，这首诗啊，已经刻在泰山，刻在泰山，就在南天门景区。那么这首诗啊，这个词句是这样，就是啊，高而可登，高啊可以登上去，雄而可亲，雄伟啊，但是又很亲切。松死为骨，松树和石头是它的骨骼，清泉为心，泰山又有泉水是它的心灵。呼吸宇宙，泰山啊，这个它的呼吸和宇宙相通啊，这个吐纳风云，这个泰山的云啊是非常有气势的，吐纳风云啊，这个是也是和宇宙啊这个呼吸相通。海天之怀，华夏之魂，登到泰山顶上以后非常的开阔，一览众山小啊，就是海天之怀，就是海天是他的胸怀，华夏之魂，这个它是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魂就是一种精神，是体现了华夏的一种精神。那么这一首诗，这个我把它写出来，那么我觉得啊，这个是体现了我啊对我们民族的一种很深厚的感情，歌颂他。那么这首诗啊，刻在那个泰山这个盘道的旁边以后，我曾经讲，我说这首诗啊是源于泰山了，归于泰山。所谓源于泰山了，就是啊没有泰山我就写不出这样的诗，这个也写不出这样的字。又归于泰山，现在啊刻在泰山了，就是把我的一片爱心啊献给泰山，献给泰山。所以说我是充满了这个对泰山的一种热爱。那么这首诗啊，像
写的过程当中，你像这个在书法方面来说啊，我就是尽量的呀，这个要表达出一种雄浑的气魄，一种雄浑刚健的气魄。你看写到这个华字，华夏之魂，这个华字啊，我这一竖就从上面一直拉到底，非常啊，这个表达我一种非常酣畅的一种强烈的对泰山的一种热爱。这个是泰山颂。还有啊，我写了很多啊独自的书法，比如说像这个荷，荷花的荷，这个荷字啊，我是用淡墨写的，就一笔啊完成的。这个荷字啊，这个下笔的时候啊，水分呢、啊、比较多，晕开了以后，就好像这个雨后的荷叶一样，有一种滋润的感觉。然后写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墨啊已经干枯了，这个就像荷梗一样，荷梗一样。那么这个下面呢，我提了几个字啊，出淤泥而不染。我觉得啊，荷花呀、啊，这个在中国啊，在我们民族啊，荷花是我们民族啊对人格的一种啊追求，一种高尚的人格的一种追求，这是一种啊这个精神的境界。所以我写这幅字的时候啊，就充满了这样一种情感，而且表的时候都是用白颜色的泥，白颜色的泥，这个白的轴头一打开以后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给人一种啊素洁啊这样一种感受。还有啊，这个春天的春字，这个春字啊是一个草书的春字啊，这个我稍微有一点变形，有一点变形。这个春字啊，这个是一笔啊完成的，很流畅，用一种流畅的线条啊表达我对春天的一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一笔当中啊，这个线条有粗细、断连、枯润、刚柔的变化，是富有变化的。那么这个春字啊，我在写的时候啊，也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它不仅仅是写的是一个季节的春天，而是一种人生的体验。我觉得啊，在人生当中，青年那是人生的第一个春天，而幸福的晚年是人生的第二个春天，第二个春天。所以我这个在那个村子的旁边啊，常常有不同的题字。那个有的时候啊，我是写岁岁写春，春不老。我每一年呢、啊、都写这个春天的春字，但是春不老。人家就问为什么春不老啊，就是我的心不老。这个心不老啊，它春就不老。这个柳枝婀娜东风早，这个春字啊，就好像在春风当中啊飘荡的柳枝。有时候我也换一种写法，这个就是啊，鼻生春风早亡老，就是鼻底下生了有一种春风啊，这个早亡老，我忘记了衰老。乐患童心总求新，这个乐啊唤起了我的一种童心啊，我虽然78岁，我还是一种童心。乐患童心总求新，总是啊在求一种新的东西，就是一种创新的东西。这个春字啊，我是和和字啊都是整整的写了9年，每一年啊我都是啊
从形式到内涵，我都是不断的在探索。那么这个也是啊，表达了我的一种心情。那么这两年呢，我还写了一个字，梦字。这个梦字啊，这个我觉得是也是一种人生的体验。我在那个梦字的旁边呢、啊，写了两行小字，就说啊，这个生活不是梦，生活它不是梦，是现实的了，但不能无梦，但是不能没有梦。梦是啊，对未来的憧憬，是对未来的一种憧憬，一种向往，是朦胧的诗，是一种朦胧的诗。没有啊，对未来的向往，没有对未来的憧憬，就没有发展。所以这个梦字啊，我觉得是也是体现了我啊这个一种人生的体验。在书写的时候，我是用淡墨加了一点绿颜色，加了一点绿颜色，就是它的效果啊，这个是给人一种朦胧的感觉，很朦胧。特别是写到下面呢、啊，收尾的地方，那一撇啊，有一种漂浮的感觉，梦就是这样一个特点了，朦胧漂浮。这个但是啊，这个它又给人一种很安静的感觉。我在表的时候啊，都是用浅绿色表的，所以说这个梦字啊，它是既体现了人生当中啊对未来的追求，也是体现了一种啊生活当中的一种宁静。那么这样的字啊，也是啊表达了我的心境。这个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讲要圆梦。你看我那一点晕开了以后是圆形的，也暗含着这个圆梦的那种那种意味。这是梦字。还有啊，我还写了一个字啊，缘字，就有缘了、啊、这个缘呢、啊，我觉得这个是人生当中啊一种美好的情分。这个在生活当中，我们一提到有缘了、啊、都觉得很亲切，它是一种很美好的情分，一种很美好的情感。那么这种缘分呢、啊，这个我们是应该珍惜它，应该珍惜它。所以我就在这个缘字的下面呢、啊、写了四个字，惜缘如玉。要珍惜这个缘分呢、啊、像珍惜玉一样。开始的时候啊，我不是写的惜缘如玉，开始我是写惜缘如金，就是说很珍贵的意思吧。后来有一个朋友跟我谈了，说你这个金字啊最好改成玉，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为什么改成玉好啊？这个金啊，它这种光泽是外露的，外露的。而这个玉啊，它是一种内涵的，光泽是一种内涵的。而且这个玉啊，这个它很容易破碎，就一摔在地上玉就碎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很容易啊碎。所以说这个珍惜这个缘分啊，就要像珍惜玉一样，要好好的、啊、这个爱护它。缘分啊，你如果不珍惜它，它也就稍纵即逝啊。所以我这个缘字用浅绿的洒金纸写了以后，用墨绿的表，我是想啊，那个甚至于连那个轴头我都要用玉的轴头来表，这样、啊、我觉得才能够啊表达我的一种
心情。像这些字啊，我觉得啊，这个都是说明我在书法当中啊，我是有这样一种追求，这个从字的书写到装裱，这个所有各个细节，我觉得它都是一个整体，一个整体，而这种整体啊，都是啊，为了要表达我的一种啊这种情感，甚至于盖图章，盖什么样的图章，我觉得啊都要注意。你像这个梦字，这个梦字啊，我盖的就是朱文的，因为它有朱文啊，空白比较多，显得比较轻。这个，而不是白文的，白文的啊，它就红的很多啊，这个就显得很重，很实在。像这些啊，我都啊，这个，在构思的时候啊，都用心了，都用过心。所以这个是，我是想这个中国书法的审美特征啊，第一个特征呢、就是心画，是一种啊心灵的艺术。这个是由于这个心灵的艺术啊这个特点啊，所以说在写字的过程当中啊，在练字的过程当中啊，必须啊要加强这个文化的一种全面的素养。因为这个我觉得写字啊，它是有字内功和字外功。字内功啊就是基础，你这个怎么用笔，这个字啊结构怎么好看，这个用笔用墨布白，这些都是字内的功，这个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你就谈不到啊这个怎么更好去表达你的情感。但是啊，仅仅有字内功啊，这个是不够的。这个书法作为一种心灵的艺术，我觉得啊就是啊还应该啊重视这个文化的全面的素养。这个文化的全面素养啊，过去啊曾经呢、这个有人打过比喻，就说没有这个字外功啊，没有这种文化的全面素养啊，到了一定时候就上不去。就好像啊大理寺啊，你不能自己把自己举起来一样，这个比喻我觉得很恰当。所以应该是啊字内功和字外功的结合，这样结合的话，我就觉得啊能够啊体现这个中国书法的特点，就是成为一种心画，真正成为一种啊一种精神的一种体现。我想啊这个第一个特征啊就介绍到这里。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前面呢讲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啊，第一个特征呢就是书法是心画，是心灵的艺术。现在接着讲第二个特征，就是中国的书法它是源于自然，它的根源呢是在于自然，它的根源呢是在于自然当中的生命节奏。自然当中的生命节奏啊，生化就称为书法里面的这个节奏。
所以中国的书法艺术它是这个自然的生命节奏的一种升华。在唐代，张怀瑾曾经啊，用八个字啊来做了概括，就是啊，他认为中国的书法是囊括万书，才成一项。囊括万书啊，就是包括宇宙当中啊一切现象，才成一项。才成啊，就是经过高度的概括变成一项，就是啊变成一种很抽象的点画运动，很抽象的线条。那么这个是他呀对于书法和自然这个关系的一种啊很深刻的了解。我觉得中国的书法艺术啊，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和自然的关系也是啊在发展变化当中。比如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啊，它是侧重在客体方面，就是啊反映个别具体事物的一些特征，所以它近于图画，它是接近图画。当然并不等于图画，它还是文字符号。那么以后到了隶书的时候，这个象形的特征就逐渐消失了，就变得来啊越来越抽象。但是啊这种抽象啊并不是脱离自然，仍然啊还是啊和自然有非常啊紧密的联系。但是呢，它反映的自然了，不是那种个别的具体的无相，比如说牛就像牛的样子，羊就像羊的样子，并不是这样，而是变得抽象以后啊，它是反映了自然当中的一种生命节奏，是一种生命节奏，一种啊生命当中的运动节奏感。那么这种抽象，这种抽象化并不是啊缩小了书法的表现力，而是啊使得这个书法啊它的这个涵盖的内容啊是更丰富，但是啊它变得更朦胧，变得更朦胧，更使人啊这个能够产生一种丰富的联想。它不是，虽然不是确定的这个表现某一个事物的特征，但是它可以唤起你种种的联想。那么在中国的古代，很多啊大书法家都非常啊重视书法自然，像这个唐代的狂草大家啊怀素，那么他就是啊以夏云为诗，就是以夏天的云啊作为他的老师。那么为什么他以夏天的云作为老师呢？因为夏天的云啊具有一种崇高的气势，这个水蒸气的蒸发啊有一种很崇高的气势，同时啊夏天有风，这个云呐、啊、就赋予变化，赋予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啊它在狂草当中非常需要的东西。那么在怀素的《自序》这件作品当中啊，我觉得、啊、就充分的体现了这样一点。在怀素《自序》里面开始啊，就是讲述他的身世。这个说他小的时候住在长沙，幼儿视父啊，金蝉之侠是颇好笔翰，就从小就喜欢书法，这个就是啊写得很平缓，写得很平缓。但是写到后面就是啊他引用了很多当时的名人啊
歌颂他的狂草，赢得那些诗句，他自己啊也就越写越兴奋，所以说那个写出来的字啊也越写越奔放，越写越奔放，像这个奔蛇走灰势如骤，骤雨旋风声满堂，这都是别人啊这个夸奖他的。还有这个忽然大叫三五声，满笔纵横千万字，这都是别人啊称赞他的，所以他写的呀、也就是越来越这个奔放。这个那么特别是写到啊后面写到他的朋友戴旭人，因为戴旭人呢、也写了诗歌颂他，歌颂他的狂草，他对戴旭人呢、也非常的这个崇敬。所以写到这个戴字的时候，戴公的戴字的时候，差不多这一个字啊就有五六个字这么大。那么这个是啊这个字啊这个戴字啊，我就联想到他以下韵为诗啊，这个戴字啊在他的这一件作品里头啊就是夏天的云，对比那么强烈，前后的字都比较小，但是啊表达了他对那个戴旭人的一种崇敬啊，这种激情啊，他就用了这样大的字来表现他。所以这个都是啊从自然当中受到启发，然后把它运用到啊书法里头来。像这样的例子啊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啊这是很多的，就是讲啊如何诗法自然。我自己啊这个受到古人的那种启发，我也啊这个学习古人啊去观察自然。我这些年啊一个是啊观察云，这云的变化啊就是怀书家讲它是夏天的云，我就是观察这个云啊确实是变化很大，有的就是一种非常奋发的给你一种感觉啊，这个就是给人一种奋发的那种感受，有的就是一朵云周围什么都没有，孤云独自闲啊，闲出一种很闲散的那种特征。还有我就是观察树，特别是到泰山了，因为我到泰山了，现在是登泰山登了33次，在登山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个观看它的碑刻以外啊，就是对泰山的松树、泰山的山、泰山的石头，我也很注意观察。那么泰山的松树啊，那种苍劲、刚健，深深的熏陶了我。所以这些，我觉得对我写字啊，都很有好处。而且最后，我觉得诗法自然啊。就是说写出来的字也应该是很天然的，就是啊没有任何著作，就像自然那样，一切啊这个都是顺乎自然。所以我有两句诗啊，这个是我学习自然的一个体会，就是啊云无意安排，天上的云啊没有意啊，它去自己安排，布局皆精品，什么时候你看天上的云了、它的布局啊都是精品。树不求弄枝，这个树啊它不是故意在那里卖弄它的姿态，体态居妙舞，它的体态啊都是妙舞，都是最佳的舞蹈演员。这个特别是秋天的树，叶子落尽了以后，你看那个树干向四面延伸，那种变化，那种顿挫节奏，那完全就是书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大自然当中的生命节奏啊，这个对书法的实践呢、是非常啊
有启发。这个书法里头各种变化，刚柔的变化，这个快慢的变化，疏密的变化，在自然当中都可以发现。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书法应该也是要书法自然。这个是我的一种体会。这个而且我感觉到啊，这个就是书法呀、它是非常富有哲学意味。因为啊，这个在自然当中的对立统一规律啊，各种变化，在书法的点画运动当中啊，都能够体现。所以它是和这个造化的这个相通，是和造化相通的。这个我想是介绍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书法是源于自然。这个特别是在发展到脱离象形文字以后，这个脱离象形阶段以后啊，这个中国的书法它是更接近于音乐，象形是更接近图画，而后来的发展呢是更接近于音乐，更和人的主体的情感相联系。象形文字还是侧重在客体方面，这个是我觉得书法艺术向一个更高的阶段的发展。那么第三个特征就是书法是一种美的创造。那么仅仅是这个看到这个心灵，看到自然的生命节奏，这个还不够，你还不可能创作出完美的艺术作品。这个完美的书法艺术作品它是一种美的创造，它要运用书法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比如说布白、用笔、结构，要通过这一些特有的艺术语言来表达这种情感，来反映自然当中的这种生命节奏。那么在这里面这个形式的规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形式的最基本的规律就是多样统一这个书法里头就是非常重视多样的统一，非常重视在变化当中保持统一，这个达到整体的和谐。这个在孙过庭，唐代孙过庭的书论当中就讲到有八个字：为而不犯，和而不同。什么叫为而不犯呢？为就是变化了，就是一种变化，但是变化不犯，就是不至于显出凌乱杂乱，就是为而不犯，就是变化而不杂乱。和而不同，就是它整体是和谐的，是统一的，但是不同，这个同在这个地方就是说那种单调，它是统一的但是又不单调，就是说有变化而不杂乱，有统一而不单调。那么这就是在变化当中这个保持统一，这个是在中国的书法艺术里头非常重视这样一点。这个我们可以举一些实例，就是讲那个变化当中有保持统一。比如说
这个王羲之的《兰亭序》。这个《兰亭序》里头啊，写的《兰亭集序》里头啊，这个那个之字，之字啊，先后有20个之字，但是啊，这些之字啊，都不一样，都不一样。这个有的差别很大，有的啊，虽然是接近，但是它还是不一样。那么这20个字都不一样，这个那是不是这个王羲之他在写的当中一边写一边还在想到这个前面哪一些字字他写过了，这个不要重复啊？不完全，恐怕不是这样。他是啊，在写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根据啊这个字的上下左右的情况，那么他啊这个来自然的、啊、安排的。你比如说前面有一个这个木村之，那个村之啊和木之啊都比较长，是重视。下面这个之字啊，它就写的比较扁，就是一个横式，这就是有变化。再比如说这个下面呢，这个有一个之字，之字的这个旁边右面是一个水字，这个之字是一拿，这个水字又是一拿，两个字啊并排，那就很不好看，这个很不好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写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之字这一拿呀、啊，就变成一个长点，变成一个长点，那么就和那个旁边的这个水字啊，那就是显出一种变化。还有啊，再往后面呢，有三个字连着，就是人字，这个一个夫字，一个人字，一个之字。夫啊，这是一拿，这个人字又是一拿，之字啊也是一个平拿，三个拿在一起，你看它就显出一种变化。这个夫字是一拿，但是这个人字啊就变成一个长点，人字是一个长点呢，这个之字啊就变成一个端点，你看它这三个字啊连在一起，它就很自然的、啊、这个做了一种变化的处理。所以这个说明呢，这个在中国的书法艺术里头啊，非常重视啊，在变化当中啊，来保持这个统一，而且认为啊，如果你写的字，这个万字雷同，你写的字啊，都是一样，没有变化，这个那就不是书法，就是都像算盘子一样，都是那么整齐，缺少变化，这个那就缺乏艺术性，就不是书法艺术。所以这个是每一个字有变化。实际上啊，不仅是啊字和字之间要有变化，雷同的相同的字要有变化，就同一个字里头三横或者是三竖或者是三撇，在写的时候啊，也要啊在长短粗细方面加以区别，甚至于就是一横，这也是一波三折，也是有变化。所以人的生理和心理啊，它都是需要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啊，这个并不是为了变化而变化，而是要结合那个书写的文字的内容和这个文字的它本身的这个结构的特征啊来处理。
你比如我曾经写过两句诗啊，虞世南的居高深自远，非是借秋风。那么这两句诗啊，是说这个蝉啊，就是它处在这个树的高处啊，声音传得很远，并不是啊靠着秋风啊把它的声音传得很远，这是一个比喻了，就比喻啊这个人的美好的品德啊，这个你要用美好的品德，自然了、啊、他就大家都知道，并不是靠吹捧了。这个那么这两句诗啊，我写的时候这个还是有长短啊大小的区别，每一个字这个但是这种啊变化并不是啊为变化而变化，而是和这个诗的内容啊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这个深字，居高深自远的深字，我就把它啊拖长了一点，也给人一种联想，好像这个声音传得很远。这个最后啊非是借秋风啊，那个风字我用枯笔写的，有一种啊流动的感觉。这个因为风啊它是一种流动的了，所以这都是变化当中啊是很自然的。那么这种变化我觉得啊这个应该是啊很自然，就像啊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就好像风啊吹在水面上很自然出现的一种波纹，而不是为了变化而变化。这就是我上面呢谈的这书法艺术的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里头我觉得最核心的是人的心灵，自然的节奏，这个形式的规律，这个这一切啊都从属于啊表现人的心灵，使得这个书法啊真正成为一种啊这个人的精神境界的体现。那么这里头这个特别是第三点啊，就是要成为杰出的作品，优秀的作品啊必须要下很艰苦的这个功夫。这个这里面呢就包括啊大量的临摹的工作，就是要临帖读帖。这个我自己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功夫啊还是下得很不够，以后啊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我还要继续努力吧。这个最后啊我想是这个就是赠送给各位老朋友，就是后面呢吴老师写的一寿延年学书法，一寿延年学书法，就是最后啊预祝大家在这个学习书法当中啊健康长寿。谢谢大家，再见。老年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谈一谈老年人应该如何学习书法。在前两次课呢，杨新先生给大家谈了啊，老年人学习书法他有些什么好处。杨先生讲了很多啊，归纳起来呢就是一句话，
有